每日滚动播出。五星体育传媒旗下劲爆体育频道全。职业围棋锦标赛决赛阶段的比赛，今天对阵双方呢是中国90后棋手范廷钰迎战韩国90后棋手朴廷桓九段。双方的前两局的比赛当中的两位选手是各取一局，1-1战平。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韩国棋手朴廷桓九段在上周刚刚结束的农心杯的比赛中是帮助韩国队最终是捧得了农心杯的冠军奖杯，可以说对于今天这场比赛，朴廷桓九段占有着绝对的心理优势。但是对于中国的90后小将范廷钰来说，也并非无优势可言，以逸待劳的轻松状态，相信也会为他取得好成绩创造条件。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到底是谁胜谁负呢？让我们共同来关注。那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讲棋嘉宾，他们分别是前中国棋院院长华以刚八段和中国棋院的领队华学明七段。现在我们就掌声请出两位。好，各位棋友大家好。棋友大家好。刚才主持人呢已经开宗明义，把这个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这个由来，讲得非常的清晰啊。那么我想呢，这个比赛呢现在目前正在进行中，我们的比赛的这个赛场呢是在上海市应昌旗围棋学校。那么下的这个比赛呢，大家看到的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前两局呢下成了1-1。第一局是范廷钰赢的。是。第一局范廷钰获胜。第二局呢，朴廷桓扳回。对，这个比赛呢，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来说呢，应该是范廷钰回家了。范廷钰呢，曾经在应氏围棋学校呢学习了一年。所以我们今天从上海大酒店走过来路上呢，这一切的一草一木都感到非常的亲切。包括那个上次刚刚结束的农心杯，那个姜伟杰他也是应氏围棋学校的一员。所以我觉得作为应氏学校，我们在这讲棋，应该是他们也是觉得挺荣幸的一件事。因为路过的时候看到了苍兰亭，他们都回去了幼儿的时候的那些时光，是非常的熟悉。在那里吃过饭。是。估计是这么回事啊。那么不管怎么着呢，我想呢，这我们啊先把棋呢摆起来。在摆的过程中间呢，有些相关的事情呢，一些背景情况我们再做个介绍，你看怎么样？对，因为这个比赛是非常漫长的。对，每方有3.5小时的自由支配时间。对。这个黑白棋呢，他们因为这个决赛啊是5局棋，五局棋呢，一般就是这么执行的，所以显然就是说第一盘棋呢，朴廷桓是执黑的，就是5局棋的第一盘棋。是。不过比较有趣的是，好像最近很少看到是4个小目的吧，华老师？还真是，你的这个观察是属于。是哪一个台的这个栏目的名字，就叫锐观察。你这个是锐观察。这个是一种职业的习惯。职业习惯，非常的敏锐啊。就是说现在4个角竟然占了4个小目，非常少见。现在这个棋啊，4个角比如说占2个星或者占3个星，甚至于占4个星。都是有的。4个小目的这个棋呢，感觉上回到了60年代。是。现在呢，黑的呢，又采取了一个大飞，先走的这个吗？对，先走的这个，然后白的走的这个。我把次序给搞错了。然后这个大飞。然后接着再大飞手的脚，这个棋就是可能也是。这个范廷钰吧，运用了这个兵法了，兵不厌诈，对不对？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听说这两个人啊，名字上都有一个亭字，而且他们自己呢，真是知根知底，棋风非常熟悉，据说他们两个人呢，还经常在网上进行交流，是。他们在网上经常交流的有4个人，跟范廷，跟朴廷桓啊，然后还有姜维杰，陈耀烨和谭笑
啊，谭晓。但是呢，最近呢，范廷钰跟朴廷华下基本没下。啊、然后来的路上呢，我还在问范廷钰，我说最近为什么你没跟他下？当然是明知故问了。啊、然后他来了句、啊：“我是没跟他下，他也没跟我下呀。”啊，对。嗯。那么这两个人呢，可能都有个停吧。嗯。都要升到宫廷去。嗯。可能也是一种宿命啊。嗯。他们俩呢，年岁呢差3岁。嗯。范廷钰呢是96年的。嗯。这个朴廷桓呢是93年。嗯，相对两个的资历来说，我就在这个讲题的时候啊、嗯、乌鸦嘴一下，嗯，从这个棋的迄今为止的资历来说、嗯、那么显然朴廷桓在上，嗯，这个范廷钰是比不上他的，嗯，人家已经是世界冠军了，嗯，就在几天前，也就是在上海，也是个朴廷桓同样住在这个酒店的这个地方，他结束了清了我们农心杯的三国团体赛的这么一个台，嗯，那么使得这个中国棋友呢对他的名字呢都非常熟悉，嗯，几天之后呢他也干脆不回去了，嗯，哎，这个比赛是3月1号结束，3月1号刚刚结束，也没法回去了，他也确实没法回，是，然后这个4号呢又比赛，嗯，所以他呢就一直待在那个酒店，所以呢大家也都很他很熟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嗯，这个范廷钰呢，嗯，棋很厉害，但是呢明显的说得出口的，嗯，这么一个成绩呢，好像还真说不上。嗯，正如华老师所说的，至今为止，那个范廷钰在那个杯赛上拿过冠军的是，剑桥杯新人王的3连冠。哦，新人王。新人王的3连冠，当然也是说明了一定的实力，因为他有一个平衡嘛，稳定性。对，但是呢，他这次参赛，他并没有，因为我们国家队那个参赛有个参赛积分，他由于那个新人王他不属，因为他是一部分人参加，所以他不在参赛积分之列，也就是说他没有参赛的资格。然后呢，当时我们有一张外卡给了他，从也印证了，就是说他还没有比赛的特别好的成绩。啊。他是以外卡的身份打入决赛的啊，就是要不然他本来没有资格参加，是，那么他在应试杯当中呢，他打进现在的这个、嗯、不管怎么着他是打进决赛了、嗯、他赢过的这个对手呢非常了得，嗯，首先应该说他战胜了大家公认的，就是韩国来说数一数二，世界也是数一数二的选手李世石，是，李世石在过程中间是败在他的手下的，然后现在中国选手当中很有名的谭笑，谢赫，也都输在他手里边，他就这样冲进了这个决赛。对。然后决赛的这个第一盘呢，下的也是很漂亮。是。第二盘呢，是我的印象啊，我不知道你怎么认为。嗯、第二盘呢是朴廷桓漂亮。是。所以呢，这个事隔数月之后呢，这个现在是3盘。嗯。好。现在他下了一个比较新鲜的下法，嗯，黑棋一看置之不理，先守一个角尖，那么他就要尖顶，他是打飞的，哎，飞，嗯，飞呢明显的比较积极，小话告诉我一下，他是飞的，就这句话，就我们职业棋手，我马上能听出来是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互相很了解，他是飞的，就是说他没有下在这儿，下在这里是稳健的，嗯，对不对？最最稳当，也没有任何后患，嗯，但是呢，向中原的发展较慢，嗯，结果小花告诉我他是飞的这句话，嗯，你看我就听出那么多信息。啊，现在他真给我面子，哎，然后对他挂一个高挂，嗯，二进高加，嗯，小华，我应该说一下，嗯，他是高加的，嗯，就是表示啊，他是也是求变的，是，他要是稳健，嗯，那他就脱脚，跟大家顺便说一下，嗯，其实这个职业棋手啊。
对于这个小木和高木之间，嗯，基本上互相的下托啊，嗯，成赢，对，成性，是，为什么？实力实在太大，经不住这个诱惑。嗯，这个一般他一退，我去，这个脚的肥啊，而且没什么，没什么动脑子，这个大脚就来了。嗯，所以很不容易。反过来，作为白棋来说，他也是这一拖，最初你搬退，你怎么地方再走，不管怎么着，我把你已经摁到二路上去了。对，我这个地方呢，如果再一拆呢，都有空。是。其实华老刚才说他是夹的，他的意思说就是对着你，他是飞来的。哎，对，嗯，那边有个靠下去，他要夹。嗯，打出来。嗯，这个是普通的印法，搬长，他脱脚。这手棋呢，我的印象呢，应当是日本哪位棋手想出来的。嗯，肯定既不是中国，也不是韩国人想的。迄今为止的这个下法呢，它是这样：顶，跳一个，跳一个，基本上是这样下。嗯，压，长出来。这个压和这个压，它很无奈，但是你要不走呢，它要直接要断你。是。搬，他接牢。这时候白棋面临选择，如果走这个，那么这个断点是没有，是非常稳当。嗯，但是呢，将来这个空啊，官子啊，差得很大。所以呢，有些人呢就想怎么呢，这个够狠的，这个明显有断点，他不管，他不补，你断了我就打下来，这当然就形成复杂变化。而且这个棋呢，如果你在这里跟在这里啊，在这边成空的时候啊，咱只能怎么说呢，就是中间的差别啊，嗯，不是个小数，是一大把的。对，就这个地方如果将来什么棋都没有，当你这块棋成空的时候，它一条腿就飞到这儿来了。嗯，对不对？你如果在这个地方，那么黑棋将来很大的可能性呢，它是立下来，你挡住，它还要搬接，你还要补，它这个地方一二三四五六目，六目棋就差出去了，黑棋就差六目，这个白棋的这个目数呢，起码差掉一目两目三目，已经九目了。九目一来，我们应试规则是贴八点，这个贴目全都出去了，这个下棋就是为了争目，对不对？说句大白话，下棋要数这个的。嗯，没错。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要数的，你这个概念没有，你这个棋不好玩，对吧？所以这个概念非常重要，不能差不起的，不能差这一点。那么他现在呢，他是直接走在这儿。嗯，直接走在这儿，黑棋跳，哎，一拖的时候他跳在这里。嗯，那么白棋搬二路，这个白棋的他就不肯再走了。你要再走这个又还原了，对，没有，又接牢了，没有走出东西来，所以他是想走这个。嗯，他最希望你走的图是什么呢？你就挡住，那么通过这个两个手续之后啊，最关键他要求补在什么地方呢？他主要要求补在这儿。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就这种棋啊，压这个啊，就除非万不得已，伤害有灵的，啊，就是同根相煎的行为，我们尽量不要做。有灵部队我们不能让它损伤，你走这个，你好像痛快，这个呢是不顾这个感受的这么一种棋，这种棋呢，不到万不得已。不许下，是，这个一定是这个概念。要走，宁肯要走，哪怕就出头也要走这个，白走一步也要走。还有一条呢，
为什么要虎在这里呢？就是让对方的这个棋啊，我这里不是有一个虎口吗？有些真有一些不太理解围棋的人，他这种地方他一高兴啊，小花平着刺一下，恕我直言，小花我评论一下行吗？我也是学习一下，我是觉得底下那个这两个交换这个本子就亏了。这个地方如果平着要刺人家，这叫什么？愚不可及啊，我无法形容。简单的说就是把白棋这个头变硬了。对了，你没有任何好。你举个例子来说啊，为什么这个刺不好呢？如果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各位棋友，你高高兴兴的刺上去，我要称赞你，有棋感，懂围棋的。您这个地方也往上刺，就叫愚不可及，这个一路差不起的，知道吗？好像都是刺，那都叫刺吗？我就再给你举个，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明白了。我这个地方，我如果能够加虚加住它，如果他不服帖，他不服帖，再冲，对不对？再挡住，这个就比较直观了。我别的地方如果真能够，这北方话是叫做蹭过去，就是我能够度过那个危险的境地，那么马上就有什么好处呢？各位棋友，电视机前的棋友们，你们感觉到舒服了吧？我没有走在这儿，如果这个棋放在这儿，这是什么感觉？跟放在这儿一样是先手，这就叫围棋啊。那么回过头来说，这个图呢，当你搬的时候，搬的时候呢，他所以是不可能这么下的，所以他要单断这个。单断这个也有点巧，不让你吃掉这个呀。对，你吃不掉，你如果打在这里呢，那就是毫无意义，被他劫牢。那你这个一搬的这个位置就不对了，列形两个位置不对了。所以这个一招一招啊，我们都是用哲学语言来说，我们都是说有必然性的。哎，注意又要吃了。受得了吗？这个被爆吃了不得了，这还要接呢。黑棋棋形丑陋，所以只能虎住。只能挡住了。他再打吃，这个打吃再不打来不及了。这个打吃是应该打的，但是他实战是先吃了一下。先吃了哪个？先吃外边那个。啊，先吃外边。我都为了这个议论了半天。哎呦嚯！实际上意思是一样的。那正常的情况下都虎了打一下的。就在虎的地方先打一下呢，其实是很正常。对。以我来看。消耗掉对方一点时间。让对方，受到一点干扰。对，我们研究了半天，说是不是新浪摆错了，后来发现看了棋谱，后来发现还是走的这个。因为这个地方我打吃，你如果要是不愿意，你可以打呀。对，那我也很高兴。哎呀，这个大头被一扳，这就是爽呆，就是这种形容。这什么形状啊？所以它是必须要藏的。这是一定要藏的。白棋打吃。这地方也就是小花已经跟我们说了，这个地方你除了打吃，有这么好的打吃，你还不打是干嘛呢？那将来被打吃掉就没您的了。对了，这个再被打的时候就来不及了，你再打人家提在这里了，人家还会接在这里吗？对不对？这很重要的，总是打掉的，解牢。然后白棋实战是补了一个，因为这边有黑棋了，所以他补了一个，就有个跨下去。他补跨，同时呢，自己呢悄悄地把这个棋啊往中间下，并且他还有下一手，他还有里边还有这样蓝或者甚至于紧逼的都有。是通过这个两手棋之后呢，对拆二的这个无形的压力也大得多了。那么这个应氏杯啊，所以说是可以说从从容容的下棋，是对不对？它的基本用时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在现今的国际比赛当中，应氏杯的
时间用的还算是比较长的。嗯，它的基本用时是3.5小时。是，而且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当你这个3.5小时用完之后，它是采取什么办法呢？一般的比赛不是读秒吗？大家都听惯了吗？这个应氏杯呢是不读秒的。是。要注意，不读秒，不读秒怎么办法？你就是用完了3.5小时之后，你可以用两目棋。嗯。其实就是要还一个子，多还一个子的这么一个标准。嗯。来换取35分钟。是。典型的应了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改革开放初期经常讲的一句话，时间就是金钱。对，就可以说是用时间换金钱。对了，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拿着这个，因为是两点嘛，两点它是一个空间，对，也就是说拿空间去换取那个时间。时间，嗯，对，好，这个地方呢，于是他一走了这个，嗯，同时呢也有等黑棋出牌的意思。嗯。现在这个地方啊，这里这么宽，对，这里也这么宽，对，然后他什么都不走，还非要走在这儿。是，这个棋，其实我觉得啊，这手棋其实含义也挺深的，挺好的。对，有一定的，就是说，不是稍微挠一挠敌人痒痒的这么作用。对，我倒看看你，你看我这么大，我这个地方这么宽，我都没走。我倒看看您走什么，对不对？我把自己的阵脚先站稳。嗯，没错，因为当时的时候于斌总教练说这边挺大的。对，嗯，哎，于斌也觉得这里挺大，嗯，对吧？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五星体育传媒招募网球斯诺克赛事嘉宾主持，邀您携手100000球迷，在全媒体传播平台上见证李娜重返巅峰，直击天王灿烂鏖战，尽享国际体坛盛宴。我们期待你的加盟，欢迎你登录五星体育官方网站3w.isports.com 参与招募活动。我们从上海出发，上山东，下江苏，奔安徽，走江西，追寻多姿多彩的体育民俗，展现悠久丰富的中国文化，传递民间的乐趣和智慧。今日体育民俗，2013年体育夜线全新亮相，独一无二的影像资料，浩如烟海的权威画面，唤醒沉睡的资源，开启尘封的档案，网罗世界体坛大事要事，重温体育历史经典瞬间。今日体育档案，五星体育2013年1月1日倾情推出，五星体育劲爆体育每日滚动播出。五星体育传媒旗下劲爆体育频道全力出击，高端、丰富、权威，赛事直播囊括全球热点比赛，及时、专业、深度。体育新闻，寰宇体坛瞬息变化，趣味、参与、个性，体育栏目全是劲。范廷钰呢，嗯，只有非常年轻的17岁，嗯，但是以我看呢，他的棋呢已经相当老练，相当的精到，嗯，异常的聪明。这是范廷钰的这个棋啊，就是这样，而且具有这个合理性。需要算的时候，我就给你比算路；不需要给你算的时候，我给你比棋理。他的棋理也很通，就是这个围棋啊，是什么本事都要学。好，现在我们来看，这地方啊很有意思了。这个范廷钰经过长考啊，在非常非常意外的地方，朴廷桓啊，朴廷桓。非常非常意外的这个地方拖了一把，对，这个拖一般是损的，这还有一个基本的形状啊。这个因为大家可能看过农心杯的话，注意一下，这棋有个飞，对呀，飞是正子有力，这个是不能靠的，对，所以这棋正常是顶啊，但是他没有飞，他还是拖了一个啊，哈哈，范廷钰一般啊，然后再一走，
还是小飞。嗯，其实这个稍稍解读一下，就是正常本来是这样，嗯，如果没有这样，他要跨的走一段。对，你吃掉的，你只能吃。对，这样呢，我就吃回，这也是个基本型，然后就会看见这个托的功效。对。这样的话，白棋当然是这个形状非常的漂亮，还挺满意。最好把这个纸拿掉，还差不多。如果呢，为什么满意呢，小欢？嗯，你这个地方拆一个，对，那我这头还会露出来。是，你好不容易把这个漏洞堵住，嗯，结果我又走在这儿，你能吃掉我吗？这不是后事，关键是，没用。嗯，就是说，有的时候下围棋的厚薄，这个厚啊，嗯，敌人的厚，如果厚的没用，嗯。厚的愚钝，嗯，那也是不可怕的，嗯，就相反，我们还要诱导它变成这样的形状，嗯，啊，所以这个棋有了这个之后，嗯，如果还这么下，还敢跨，那它这有个顶，哎，它就冲你一段，它把顶住了，你看，本来要是没这个两交换，你就被盖住了，死掉了，嗯，现在还盖得住吗？正好乒当一打吃，解牢，乒当一关门吃，没了，对不对？好，下得非常漂亮。嗯，正当这样的时候呢，白棋拖了一个。对。嗯，这个好像你看，在黑棋的区域里，正子是黑棋有利。对。感觉上白棋好像不太行。嗯，对，似乎不是太聪明的办法，嗯，还扭断。扭断，正常的话，正子有利，大家固有的一种思维。对。这个一长不是大家，我也是这样。对。这个肯定是因为立长那个是总是希望白棋能够好一点，这一看，通常情况下不正子有利不行吗？啊。这心里实在是。比较紧张，他还要单长，嗯，是，他不是打像实战那样打了的，他还要单长。他一般情况下嘛，就这个基本的一走。哎，我们来看这个地方的争子是哪一个争子啊？哎，我们看小号给我们解释什么地方的争子，对，拐，然后他要长，如果，那么就是我就帮着来就打，嗯，长，这个子的争子啊是这个争子，嗯，这个地方能不能争掉？嗯。那么现在情况，请你解释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呢？现在呢，哎，这个争子呢，实际上来说可以形成一个转换啊。白棋只要搬这个，他原来他根本不怕，将计就计，嗯，不让你争掉，嗯。那么你这个总要补啊。白棋再一退，啊，这个两个实在是太损了，所以根本就不怕的。嗯，好，所以他这个图呢没有下成这样。嗯。白黑棋是打吃，哎，等一下，别着急，慢一点摆。黑棋决定这样打吃，嗯，白棋立，他当然要长下去，接着再退一下，这个呢也是一种稳健的下法。你要是抱吃，他就竖下去了。哦，那脚太大了，嗯，哎，肥脚一个，嗯，你要是渡过来，他这个地方有争子，嗯。那么范廷钰呢，看上去呢是明显知道他有争子有利。嗯，他还要这么下。嗯，我们先来看一下范廷钰，无非是这个地方啊，肯定要用引针。嗯，对不对？我呢，没有看清楚啊。嗯，我问一下这个小话，怎么引在这里争执引着了吧？我也想过这问题，我想按推理是肯定没引着。肯定没引着。嗯，好，这个你不能给我一个陷阱啊。对对，没关系。我其实老实向大家汇报啊，我自己没看。哎，最多也就是走在这里多走一个。那么现在来看这个争子能不能跑掉？嗯。争子啊，咱们的很多普及围棋的书有一个什么叫做什么六条线。嗯。我告诉你们一下，我看到的围棋前辈，包括像我们尊敬的这个也是刚刚故去的陈祖德老师。我还看到过坂田下棋，嗯，我看到过高川秀格下棋，他们看争子的时候，全是在棋盘上，脑袋都全是这样，没有一个人什么数什么六条线的，没听说过，对不对？那么实际上是说句白话呢，你就要把这个格子啊，你就这么移过去，对吧？嗯。结果呢，这个地方还是打，肯定是。你再一长，砰又一打，再一走，砰再一打，最后一个打在这里没了，这就是争子。嗯。所以有的时候我也曾经被人家问过，我有的是因为讲围棋文化课最近，嗯，
就人家来问我，哎，你们棋手，这个你比如说，画一步下一步棋平均要花多少时间？嗯，或者说再反过来问一个问题，你比如说在十秒钟当中你能够算多少步？这个我就没法回答了。嗯，就这个甄子也算不算步呀？我说各位，对不对？甄子理论上也应该算步，也应该算，对不对？对。那么这像这种地方，这个算过来呢，我想跟大家告诉一下，基本上的现在的这个棋手，大概算清楚这种甄子有利没有利，大约所用时间5秒，大概。至于说更快的，有可能3秒。再有一个，有些人不用时间，那就凭直觉了。嗯，我就凭感觉，我就知道这个能争还是不能争、嗯、啊。就像您说这个刚才这个刺啊，是不是引证有没有引招？我是两点来说明一个问题，我想的。哎，第一点就是双方水平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对。所以呢，这个棋呢，如果这个棋引招呢，他就可能会走在这儿、因为这个棋虽然损一点，如果他要硬的话，虽然损一点，但损的并不是特别多。就刚才你顶了搬过去，也是有一定的可下的。对。但是呢，这个跑出来呢是非常急迫的一个棋，对，所以从这个两个角度出发呢，对，他就会走在这儿，对，所以我是呢按照他们的推理出来，这个也没引着，没错，嗯，这个又是一种思维，因为这个棋谱呢实际上它没走在这儿，嗯，因为这个甄子如果搞得甄子不利，被人家藏出来了，嗯，这地方就什么呢？就整个就是江河破碎，是，这个哪行啊？这没不可收拾了。所以呢，他实际上走的呢是在这儿。嗯。黑棋提掉。黑的提掉。嗯。那么下一手基本上不要想了。嗯。靠下去。把你的好好的这个大飞脚呢给。分成两段。分成两段给踩烂了。嗯。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不是有点像大鞋一样啊？这是不是大鞋啊？你看大鞋，反过来的大鞋它搭下去嘛，它就袜断了。必须要袜断，我要去连成一块儿。得袜。要不然被除下去，再除那个不行。嗯。这地方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这个战斗。嗯。想都想不到的。他当然要打吃。所以说围棋千古无同局呢、嗯、这地方怎么可能相同的这一局产生呢？就这个时候坦率地说啊、嗯、我脑子里边还真晃过一下，哎、嗯、有没有挖了之后不接牢的呀？白，你说哪个？你说黑棋不接牢，要求滚过。嗯，这个也给大家一个参考。嗯，从有些时候这招棋啊，也是一种很好的手筋哦。嗯，这个一走，你只能够提我，没得说。我又拍你。嗯，请问一下，有没有劫财啊？棋出无劫。嗯，没有劫财，不可能打赢，所以显然应该接牢。我呢？还能够唬住，嗯，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图，我也别等着小话来批判了，我自己摆出来的图，我自我批判，这个图啊太低了，全部在低位，他这个地方随手一打，嗯、你还要接牢，最关键这个搬下去太舒服了，嗯，显然不能挨这一巴掌，嗯，还要立下去。那么这个里边呢，以后呢也就是1234567891011二目棋，外边这个棋啊，它就算脱先不走也是巨厚无比，嗯，而且这个地方的这一带呢等于已经叫它变成了什么呢？让它变成了黑棋走啊都没有任何意义的地方了。嗯，所以说我们提前把结论就说一下，这个图是不可采纳的，没有意义的。在黑棋要腾挪的情况下是可以考虑的。对，而现在黑白双方是处于一种焦灼的战斗状态，它是不可以的。
哎，没错。哎呀，你这个总结太对了。我老在想，这地方应该用一个什么道理向大家说清楚呢？因为有的时候啊，确实要用这种手段。对啊，确实有用这种手段的时候，现在小画的这个是点睛的一笔，就说什么呀？当你这个地方敌强我弱，你要在那边又刚才那句话了，要想蹭过去的时候，你要用这一类手段迅速的予以解决。是，但是现在这个地方呢，黑棋啊还想好好的跟你打仗呢，对，他还不服帖的，对不对？这个时候走在这种棋呢，他就不舍得走，嗯，所以他要挖。大斜接上边还是接下边？哎，大斜了，像个大斜定式一样。到底是接在这里呢，还是接在这里？嗯，我先说一下我们这回来的国家队的这个总教练于斌，嗯，听一听他的意见。先说这个结论吧。他说呢，这个棋看起来呢，他是主张应该接在这里。嗯，接在这里呢，黑棋当然要吃住这个。嗯。他打吃，你提掉，这个时候呢，只能够克制住自己的诱惑。是，你可不能去走在这儿，那太过分了，这个劫太过分。对，因为这个劫呢，黑棋只要在三二路打一下，打吃的时候。对。嗯，然后呢，这个地方有的是劫财，对，全是劫财，所以白棋显然是打不过的。对，这个是一个非常无理的形状。嗯，所以呢，你呢，正常的话呢，应该打在这儿。嗯，这个棋啊，形成了一人提一躲的这么个局面。嗯，这个脚上呢，你也可能打，我也可能搬。嗯。对吧？但是这个地方的头呢，我这个三路啊是多了一个，你少了一个。嗯。于斌有的时候这个判断他挺逗的，哎，他说他这个地方有，他喜欢用的术语啊，他说我这个地方长了三个，他叫长。对。他的棋子都是长出来的，从地里边长出来的。他说我这地方长了三个，你这地方才长两个，你提了一个，我也提一个，脚上的情况等于一样。那我已经下成这样已经算不错了。嗯，这个脚最初是你的呀，毕竟我已经变成达到这个效果了。嗯，你如果算走这个也要跟我一争长短，你我是三个你也要三个。嗯，那么我再搬进去，我脚上的空也不少。嗯，他是这么解释的。那么这个解释呢，我觉得也挺简明。嗯，但是我觉得对于爱好者来说，嗯，要判断这个，包括我自己，我都觉得比较难。对，其实但是呢，比较好理解的一点就是说，我觉得经常那个大家会问的围棋的东西，围棋就是说平衡。其实说黑棋白棋的这道后势呢，正好把黑棋的这边的后势作为一种抵消。嗯，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是可以，至少是不会太亏的。嗯嗯，现在呢，范廷钰呢？接在下边，嗯，这话老早早说过了。那个年轻棋手喜欢实地。对，我还专门问了一下范廷钰的现在所在队的教练曹大元老师。嗯，我说范廷钰的这个棋风，你不是刚刚讲话讲到一半嘛？说是我很早很早的时候，我就曾经什么地方好像夸奖过这个范。围甲联赛有一盘棋，我印象很深，在中央台有过这盘棋的讲解。我夸奖过这个范。然后呢，我就问曹大元了，我说这个范廷钰棋风什么样子？他说范廷钰的这个棋风啊，实际上是非常紧凑。关键他说像谁呢？像坂田荣南。坂田老前辈现在已经也不在了，但是他是属于绰号非常多的棋手，他的最著名的这个一个绰号就是剃刀般的坂田，刮胡刀啊。当然是帮你刮胡子啊，把你的这么下巴都割破，是这个样子。同时有善于自孤的坂田，善于攻的坂田，嗯，他的棋呢非常的什么犀利，非常的凶。坂田的这个棋呢，经常会需要全局啊
这个活出什么六七块来都是常有的。嗯，其实我们这一批的棋手应该是都看过坂田的那书的。应该说是都是看着坂田的棋谱成长起来的。是。那么我没想到呢，年轻这么多的范廷钰呢，他也是坂田的先生的粉丝。现在呢，他就是要实力了。下到这个时候，各位棋友啊，进入到我以为本局，你如果说这个拖，如果是按照这个小画的他的称赞，把这个拖呢称为是本局非常精彩的一个点之外，那么我看这一招棋的下边的黑棋的这一手棋呢，是本局的，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来说第一个看点。非常值得看。局面进入到真正的体现双方功力的时候了。这个朴廷桓下了一手什么棋呢？如果这手棋如果是下在这里，我觉得我们俩讲棋就轻松了，不管他们输不管赢，我反正一接你这个地方还要补啊。但是华老师，我要矫情一下。你说这样是轻松了，但是您说过一句话，韩国人的棋啊，不下到最后啊，你不能赢，不能算赢。那倒是。在华老师，你再说是，我一直眼睛就瞄着那个看着那个就是进程啊。这个进程让我看的，这个朴廷桓的整个手势，然后跟这招棋相似的第二步，待会要很有意思。等一会会出现。是。好，现在我们来看呢。朴廷桓的这手棋既然不打在这里。估计很多棋友已经也想出来了，太黑了，整个就是什么，一个虎口啪卡住你的脖子，要你的命啊，狠呐。他希望的结果是想干嘛？踢掉这个地方，以后我要一提，你如果是软骨头，你就要接上。我还要这里扳接。你还要补，里边给你一共一二三四五六。给你六目棋，多了更多的没有，很慢。外边你看都拔掉了，这头也扳粘着了。像这个字，是韩国棋的字典上是哪有补这个再去吃一手？没有这个字典，都没有这一词条，这字典上没这一条，很慢。这一走这个，但是一走这个呢，马上的问题来了，白棋为什么要那么听话呢？就能不能走这个呀？那下一步就很简单了。好，这个图呢，就我们呢就给大家详解一下。这个地方啊，由于我摆棋比较近，我摆辅以的解说词呢有小华老师的解说词，这本来是应该我干的活。那不一定，是咱们这个随遇而安。这个黑白棋显然不能往那个上边二上，只能这么打。他一插，白棋只能把这个头藏出来。啊，头藏出来。对啊，你要后藏的话，就人家就不会拐头了。对了。你是说没有？就现在如果这个不藏，藏在二路也走不着，被打进去，所以必须要藏。对了，考验一下黑棋，黑棋基本上是会拐头。基本上是走、这个、拐头或者贴，两种都有。对。如果是走这个，或者算是走这个吧。贴就是白棋落个后手。白棋挡藏掉。藏掉。挡一个，虎一个，外边虎一个，这又要判断。这个棋呢，黑棋先手。同时这个地方，你看这个也吃住，这个也吃住，这个地方的后皮。等于是四五个这个后皮。那走走这个还等于是还属于最小范围了，随便了，都是空。对，显然白棋是不行的。
但是白棋如果打在那边呢也不行。我们来看啊，小话说的什么叫打在那边呢？打在另外一个二路。我们就是说不服贴，嗯，我要跟你拼，哎，吃你怎么办？要吃你，嗯，要不要提？这肯定要提。现在白棋，哎呦，这个我受到威胁了啊！嗯、这样吧。不行啊，你这个子不提掉哪能摆棋啊？你把棋掉往上移一点就行了，对 对, 对, 对，稍微格子差一点没关系。对，这个要提的啊。这样的时候，白棋走什么呢？因为白棋争子不利，白棋不能藏这个。对，这一利。如果这手棋能藏，他需要补，是，我再一利。嗯。那没问题，简单了。但是现在这个地方呢不行，不能走这个、嗯、就只有紧住他气。那我就往下一立，这个地方呢将遭到他一走这个，嗯，你接住，你只有接牢，我再一路一扳。这个地方请大家原谅一下，大家很明显看到这个范廷玉这个牌子啊把我的手挡住了，嗯，我这个棋子放不下去，这应该原谅的啊、嗯、不能放，这大家就理解为这里有一个子，有一个黑子。对，当黑棋有这一个子的时候，白棋如果想把这一堆黑棋吃掉，我估计生不如死。你为了能够吃掉它已经有这个黑子了、嗯、我没法摆了，这地方位置小了点。是，那么黑棋如果只要再紧住这个气，那白棋就死了。这个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嗯、就叫有眼上下。嗯，我有眼你没眼，这个地方的收气啊不用说了、嗯、所以当黑棋这样搬的时候呢，白棋必须要走这个，他只有走这个才能够先一路立啊，这个还要立掉，先这个立掉，先把这个还要立掉、嗯、他也要团住，对，然后再立那个，哎，再立那个，但是外边搬一下，这个被搬已经要对里边送了好多，嗯，最关键是这个立的这个地方啊，黑棋啊如果就不走了你也很痛啊，嗯，你再塞进去人家还不理你、嗯、你总而言之不通过打劫你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是，就说所以说这个问题就大发了，嗯，不是一点点大，嗯，这个白棋就是接近崩溃，这个图是一塌糊涂，是，这个图。那么呢还有一种观点呢，也值得向大家介绍的，哎，这个两个话老师说了，这个地方由于有提借牢，这地方还有搬瞻，于是也有，因为现场就有很多记者朋友啊，在隐藏棋围棋学校的现场就有很多记者朋友啊，他们就来问了，哎，那我就把这个搬瞻掉怎么样、嗯、这个搬瞻掉呢也是一个投降的下法，或者在这儿都行、嗯、这个棋一走这个啊断点没了，将来从概率上来说既然已经这么搬瞻了跟他外边做交换，是，那么被他提掉的可能性就更大了，嗯，脚上的实地没增加几目，黑棋外边呢、啊、哎呀，不说他是浩瀚的太平洋，起码也是个飞机场了，关键是白棋外边一个阶级兄弟无疾而终了，无疾而终，这个地方你看多么宽广啊、嗯、这个棋呢白棋进入等死的状态，嗯，所以这个必须牵制与互相牵制，所以当他提的时候、嗯、他已经想好了他的下一手，典型的棋逢断处生，嗯，通过切断你我才有拼命的机会，黑棋扳是必然的、嗯、两子扳头，扳头，嗯，跳，通常这个棋这种地方呢或者跳，嗯，或者拆二，嗯，下边一手又体现了朴廷桓的实力，在这儿双方的这盘棋是每步棋都是非常的紧凑，这个棋一在这儿、嗯、就是第一
压缩你的脚上的眼位。第二，这个结啊，马上要踢过来，可是越来越有问题了。三，只要你一挡一接牢，注意啊，被铐死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个好像华老师啊，您刚才说五秒看这个，这好像五秒都不需要了。这个那就一秒呗，再减四秒呗。嗯，像这种地方一看，这一下就死了。嗯。范廷玉这个地方频频的投入时间，因为这个地方显然要防，对不对？然后呢，他呢就必须要搬，是。好，必须要搬了之后，注意他这个地方他还留有这个打结，所以他只有提。那么这个范廷玉呢，把这个挡啊当劫财，当成宝贵的劫财。黑的这个子是必须接牢的，被人家打掉呢毫无意义了，接着再提回来。这个球呢现在到了黑棋这边了，他也问题很大。你说他太轻松，他也不是太轻松。对，这地方如果走的最平庸的棋，那就藏出来，那是走这个。嗯，但是在这个局部呢，白的呢有比较好的下法。如果你走这个啊，是比较笨的，那被人家接牢，你得后手补活。他有一招好棋，他可以走在这儿，嗯，这够狠的。那么你如果提，他不是跟你打劫，他不来跟你打劫，他来跟你搂底。这地方我又放不进来了啊，不好意思啊，一搂底呢，你只有接牢，对不对？然后呢，我接着呢。再把已经搂了，把它虎上。现在我已经看见了，这个范廷玉这块牌子啊，我只有想办法处理一下，因为最初这个最后这块棋子它是下棋的，嗯，只是放在上面，这个样子是绝对挂不住，它当一下就掉下来了，嗯，一定不行的。这对 这地方有此一指。哎，这地方最终是下棋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呢，它也不能立，打的时候黑棋不能立下去。哎。打的时候，如果黑棋立，又放不进去。这地方真是我没想到，意外的。立怎么办？黑棋白棋藏出来，他要藏在这里。嗯，这个太恐怖了。黑棋提的时候呢，白棋可以断。哎，他再提。嗯。哎呦我天呀，这个。这种劫都变小了，这是。这个太惨了。嗯。这个简直是没法要了。嗯。嗯，现在我看提前把这个名牌处理一下吧，这个地方不行了。哎哎，让它高高的上升，上升，对吧？对，高一点好，它高一点比较好。对，嗯。哎，这就对了。对，这回能放了。是。哎呀，我怎么早没想到这一招呢？不是，主要是也是分工不同，我不应该做这个事儿，嗯，对吧？这个我把人家做的事情该给做了，本来就应该放高一点。哎，所以这个时候嘛，黑棋就没有藏，因为白刚才华老师说，如果平庸的藏，对，嗯，然后呢，他呢决定呢来一招非常狠的。现在劫是刚他刚提，嗯，他其实呢就当成一个什么，他就找劫财，对，够狠的。他一定要这手棋是65手。哎，也就是今天呢是上午9点半开始比赛的，嗯，然后12点半封盘，哎，也就是双方的3个小时一共，嗯，下了65手，嗯，速度属于说相当慢，嗯，非常的谨慎，整整3小时，对，我们是在上海市印昌棋围棋学校进行比赛，嗯，我们的比赛的赛场就在8楼，嗯，我们的讲解的这个礼堂呢，嗯，也在8楼，对。然后范廷玉以前学棋也在8楼啊，也在8楼，但是只是不是在那房间。那么这个研究室呢是在18层，是。那么现在他走这个引针，嗯，找劫财，找劫财，嗯，
结果呢，他就决定呢打吃。嗯。他这个打吃他是必须要尝。嗯。黑白棋就是说想把黑棋这个劫财给消了，因为再提过去，对，白棋是没有劫财的。对了，嗯，黑棋再一提过来你就麻烦了，嗯，不知道找什么劫了。好，那么这个白的呢，叫吃，他就先断在这里，嗯，断在这个地方啊，本身就是一个金。嗯，因为你首先你不能提，嗯，提了被闷死了，所以这招棋是绝对的。嗯，关键是底下这步棋。好，嗯，他冲进去了，对，他就要防止你这个地方一口气把它吃掉，同时当着这个劫财。对，也许是我觉得这步棋是不是会，如果说是借力打力也好，或者借力实力也好，嗯嗯嗯，那黑棋只能冲出来，只有冲断，嗯，断掉，断，对，下一步就比较简单了，他还。追求步调，嗯，还断打在这儿，是每一步棋都不能松，哎，棋非常的精彩紧张，嗯，扣人心弦呐，啊，仓，嗯，出来，黑棋只能藏，黑的呢，他这个地方也要藏出来，嗯，那头地方呢要防他这种地方的出动，嗯，所以他要藏在这儿，所以有个引子，有个争执，要不然就不行了，他这样他是争掉你。嗯，白棋拐吃，所以他拐打，当白棋再拐吃的时候，黑棋就不能再藏了。这个朴廷桓面临考验，没有办法，他如果再藏，对，那么这个棋呢，白的基本上他是要拐出来了，是，结果呢他呢忍耐，嗯，讲到忍耐的时候，咱们中国人最耳熟能详的，嗯，就是韩信胯下之辱，嗯，该钻也要钻，是，对不对？简直就是，这就是朴廷桓，这可以理解为这个题啊，嗯，咱们可以理解为朴廷桓呢把嘴巴给凑上去，那范廷玉说那不好意思了。扇你一巴掌，舒服。然后这不是扇巴掌吗，嗯？对不对？最关键是什么啊？这个地方啊，他这一堆棋形啊，他觉得已经成形了，是个好形。嗯。关键这个地方他是要下的。嗯。提掉。这一提掉之后，嗯，来看看你的态度。你看看你到底该怎么下，那黑棋说我也把你这个子先删了再说，你如果也再删掉我，嗯，这地方我估计他没有还价，因为被一藏就逃不出来了，嗯，他要删掉，他估计啊他还要删上去，注意啊，嗯，这个地方有现成的劫财，而且这个劫财本身又是三巴掌，这个，大家看啊是不是巴掌啊，对不对？嗯，那藏也没意义，白藏再一吃，关键这巴掌扇完以后，这一贴出来，黑棋这棋都不活。嗯，下围棋的棋手如果整天家里边开包子铺，那他是成不了名的。嗯，对不对？他家就出包子，行吗？进出大包，你看这不大包吗？嗯。大包子好吃吧，哎，这这个小同学挺爱吃大包子，看起来啊，哎，这不行，包子简单的说就是你一堆子围在一块，那你哪来的木呢，对，所以呢这棋没法吃，白棋黑棋就退了一个，黑棋的这手棋，嗯，我觉得非常的值得跟大家说，嗯，这个地方又补自己的形状，又补掉劫财，嗯，把自己的眼位也走出来，也就是说他有的时候是需要急需一种力量的，嗯嗯，恕我给他一个称赞，嗯，字数少点，嗯，三个字我觉得够了，
太棒了。太棒了呢？太直接了。太棒了呢？我觉得这个好像太太没有艺术性了。嗯，我的给他三个字是这招棋。嗯，有文化。啊、哦，有文化。还补的是地儿。嗯，含蓄。那白棋必须把头藏出来。一藏出来之后，又要拐了。嗯，他一看。该补还要补，是，关键这一拐一扳以后你还没活三个字，对了，所以他必须补。然后白的呢，这个地方呢，他现在还是争执有力的，所以他把这个先补上。这吃，这手非常大，你挡了之后他还不一定理你的，对不对？这个地方他不一定理你，同时这个地方如果一后，如果万一这个地方被他先手一动手。他棋下后了，这个拆耳还挺薄的，例如走走这种的，那棋就全部被他葫芦过去了。葫芦过去以后，将来走在那个三九路，这招棋很诱惑人。而且总体上来说呢，现在这个白棋的这个形势呢，一个角、两个角、三个角、四个角，就是如果不要走得太难看，那么黑棋的这个形状呢，从目数上来说，从我们职业棋手的直觉，这个棋黑棋的控是有问题的。是。这黑棋的这种控啊，都是什么？这效率低下，闷控属于这，发闷，这不是一个好好的效率的控。所以这个形状呢，它是一定要注意的。所以现在呢。朴廷桓不愧是世界最高等级的棋啊，他一看我这个地方又不能下，对不对？但是又跟着你脑袋下，对，头他还藏在你前面。朴廷桓下的一招棋真有意思，非常的精彩。他必须利用他后，对，你敢拐进去，对，你敢拐我就断。这招顶呢，跟这个二路的拍吃啊，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我们由此可以看到，他基本上开始进入到第二个战役。以我看，第一个战役呢，以范廷钰的巧妙的渡过难关而告终。是。我这么评价过分吗？我觉得如果他这不顶的话，我觉得白棋还是比较好下的。对，因为他的控相当多，这块棋只要不死，像这种地方啊，像这种控啊，就是他们高手都是不怕的。你这个地方在唯一手的时候，我再跳进来还来得及，是，都是这个思维，都不怕这点控没问题。你这个二路只要漏着风。在我们看来都不叫空，对吧？不怕的。所以这个地方的黑棋走起来呢，他必须要很命的进攻。那范廷钰啊，他一看这也不走，其实呢还有一个下法呢，但是他好像没采纳，我也没明白啊。其实以我看，如果走得最笨的，我就不会下围棋，不会下去我挡住，我不会下围棋行不行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方向走过了，因为这边已经很厚了，就走过来之后好像就是总而言之比较笨，单调，比较笨，所以呢范廷钰现在的招以我们来看就叫什么呢？叫将计就计。我非要搬，你当然只有贴景气，我虎一个，对，这个职业棋手没有一个是粘在那的，肯定是要虎的。哦，这个地方如果粘在这儿，这个针一刺下去，这个比我们验血的血可出的多多了。一定要有这种感觉，疼的感觉。要知疼，如果你下在这里，同样是这种棋，将来只要一不留神，这个地方被一扎。你感觉到疼了，你的棋就长了，说明你是可教。你这个地方你不知疼，哎，觉得
脑袋一晃来晃去，无所谓啊，这就不好办了。你不止疼，很难交这样的棋。所以宁肯在这个地方有断点，嗯，咱们也要放在这儿，不能在这儿啊，这个断了要藏出来。嗯，棋精不能死。这他一看也没办法了，只有来。嗯，接住。接住之后。跑出来。藏出来。嗯。那么就是我们三。哎，我们是三点钟开始讲的棋，是，嗯，三点钟刚开始讲棋的时候呢，基本上他们俩呢，从下午一点半又开始比赛，下午又一个半小时之后，嗯，基本上就下了这么多，嗯，我觉得你的这个棋谱能不能记得住啊？我能记住，全能记住，对，哎呀，我对你表示敬佩啊。有一招棋就是刚你讲到65手的时候，啊，到现在为止。啊那个朴廷桓没有下棋，啊，哇，真的，真的，哦，我一直看着。现在他藏出来，啊，他先没藏，他先点了一个，先点的这个，嗯，先那个做一下准备工作，哎，准备工作，这个点他总是要接，对，终于藏出来了，嗯，来棋吃，哎，小花，嗯，我啊，嗯，吃是吃了，嗯，天元上打吃，他藏，嗯。拐头，我呢，嗯，就是可能想法很俗啊，嗯，我就觉得就这么不，我不会下围棋，行行不行？那我这个要藏出来，你当然要藏，嗯，我就走这个行不行？我觉得跟刚才您说的这个跳的其实意思差不太多，我只要把这个头拐过来。哎，我觉得现在可不大一样啊，嗯，我现在不是，嗨，我觉得我就搭眼吧，我就藏一个，你这眼可不好搭。啊，真的？你这眼怎么搭？我就这样搭，行吗？这样，这样没搭住哎。你走，我就走。比如说我拐头先手啊。啊，你拐头先手，哎，我一冲一断。一断我就吃在这儿。我就吃。我借牢在吗？我靠，哦，你可以走在这儿了，现在。啊。你就这么搭眼，但搭眼完了的话，我这边补助肯定是算我先手，你再补一个，有点不过分吧？哎，不过分。然后我再把这个补回来。啊，可能不见得好。我觉得这个跑到他这正好围住。好，那么我们来看。嗯，因为刚才个很诱人的三九路走不到了。哎，哦，这个地方走不到了。对。这小花他还老爱想走这个。嗯。这个地方，这个范廷钰就凶了。藏出来，嗯，这个一藏就是告诉你这个地方我也不死，而且告诉你你这个断点要注意的啊，嗯，他在提醒你这个地方这一走哔哩吧啦，哪怕这一滚这个拆儿也有影响，嗯，黑棋尖了一个，他真有意思，他既不走这个也不走这个，嗯，怕给人家步掉，他就很妙的走在这儿，他搭住，对，他看起来还是担心这个地方，他压了，嗯，然后他藏。这个以后的这个棋，嗯，向大家做一个汇报。整个的这个棋呢，小花呢看这个现场的一个监视器，就是他所谓监视器就是一个闭路电视了，把这个棋呢传过来了。这个老衲呢是一招棋也没看见。因为我的眼神得看着这边，我不能看着左边去，嗯，对不对？而且我的眼睛呢要对着这个镜头的，这镜头如果不对不可以，所以真的没看见，所以这个都拜托这个小花啊，他一压，他三个子照样藏，白黑棋团了一个，团住那当然只有挡住，嗯，然后藏，藏要补了吧？白棋接住，接在哪里？接在这里，嗯。接在这个地方呢，这个断点它是能够虚加加住的。嗯，黑棋拐。嗯，白棋扳住。对，黑棋扳。黑棋扳。现在这个黑棋啊，它自己首先要解决自身的安全问题啊，哦。嗯。对，连扳。黑棋扳。不能让它通。哇，藏。这只能藏这，要不然被吃嘛？走这个。通通借牢。然后它双，走一个白棋接住。啊，这个黑棋打了一下先，
先打在这儿，打完再跳接住。就现在我说的这下一步棋，你刚才华老师说这个没有断点，大家都认为没有断点啊。但刚才呀，就在您讲棋的时候，我就看着那个朴廷桓那手是往那晃了一下，放进去拿回来，放进去拿回来，至少有三进三成。哦，真的。然后接着断上去了，就在这附近晃，这个镜头很有意思。啊哟，这个地方简直就是说什么呀，就是明显没有断点的地方。他为什么要断你？如果这么高的棋，当今最高的决战舞台，冠军奖金40万，啊，英式杯，这样的这个比赛当中，没有断点的这个棋，他要断上去了。如果我们再不多想想，我们再不多解说解说，是，那就说不过去了。因为他刚开始在那晃的时候，我就在那想，这不是没断点。再一想，我明白了。啊，这地方呢，显然你要吃掉它，很简单，一定要走这个。是，你走这个，它要藏出来的。对，如果说是白棋这有一个，它就没有了。啊哦，这个一打就没了。对啊，如果走后了嘛，他就断不了，一吃夹死了。啊，现在是吃了跑过来夹不死了。哦，是这个意思啊。来，我们这摆一摆，摆得慢一点，不着急。一起尝，我们时间还是有的。我们如果一虚夹，还一跑，一跑再一扳，再一跑，这就简单了，一看见了。再一跑，大家全看见了。我如果再贴，他先把我给灭了。嗯，对不对？这没咱的事儿了。也就是说黑棋这个地方是需要补的，对，等你补的时候就再也断不着了。对，因为这个地方黑棋如果被白棋哪怕这么坚持一下你也受不了。是，这两个棋筋不能死嘛，这个被抽掉了，这被全部都吃通了，不行，这个再被接了，这个地方还该黑棋白棋下。是，这地方就是马晓春老师的这个术语，这个口头禅我们要说了，他就喜欢带着他的这个嵊州的口音，啊，这地方该我下，他的浙江嵊州口音，该我下，连你下都不见得好，还该我下，你还下什么？对不对？这个很有意思了。就这个地方还该我下，那他就不会了。这棋真的行啊？你很明显你是不行的，所以他是欠一手棋。欠一手棋的之前呢？在你能够打着之前，他要给你先来一下。对，其实是把你的眼位去掉，那么你就只有走这个。那么下一手呢，我是尽管没有看谱，我能够猜着呢，他是在这儿。是，白棋没有办法贴住气。这个一串本身1234567891011，最关键是什么？人家这个地方还没补呢。您这个地方不能不要啊。这招棋是不是跟刚才那个奥勒次一样？一样。冷不丁的那个地方来了一下，非常凶狠。这招棋呢，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第三招狠招。是。第二招是顶住鼻子。在中盘战斗章当中，这个朴廷桓的实力，他的强手，犹如海浪，一浪接一浪。但海浪好像接着一浪以后总要下去的。对，接住。接牢。他这个地方一看不接住啊，被人家拔掉。这个等于白下了。关键是这个白下还不去说，他连这个两个子的气都松掉了。所以再重也好，再轻也好，这叫什么？闭着眼睛也得接上，没办法，是不是？黑棋，这回黑棋该补了。补了。好，现在球到了白棋一边了。您这个大饼不能弃掉的，多少个子啊？1234567891011121314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虽然咱们说棋界的俗话有说，棋长一尺，五眼自活，但是这个二十一个子啊，
它的指数虽然多，它的长度可并不是太长啊。嗯，你看它的长度，它所外边的有效的长度其实不很长。是，真是捏一把汗呐、啊。怎么办？在这个范廷玉的这个小将手里边，这个形状应该怎么办？而且关键是这个地方白棋还欠着一手棋。哦，还怕他退？这个一退的话，这块棋怎么活呢？哇！所以白棋这个是必须要补的，不管那边是怎么样，哦、因为那边那个打是，不是绝对先手。哦，有。还是有一个缝可以钻的。哦，小话说的是从这个地方还有一点缝可以钻出来、嗯。现在我们最初解说的是说我走这个跟他走这个是不愿意的。嗯，现在如果走这个他肯走这个，那我就高兴，我早就签字了，对，高高兴兴的留了一个后门了，是高兴了。嗯，所以白棋实战是提掉黑棋接住，来顽强的度过，白棋把这个度过，就这个时候就刚才我说的65岁以后黑棋参考的这招棋，这个有关胜负了。嗯，现在呢白棋是什么战术呢？能够捞的我也必须捞，不是战术没有办法了、哎、对，没有办法，能够拿的必须拿。嗯，空必须拿着。嗯，然后就这块棋就叫做赌这块棋的生死。嗯，差不多活了就赢了，死了基本上就不用说了。嗯，我觉得直觉上啊，这个我胆子比较大。嗯，直觉上来说，我觉得白棋这块棋没有什么大问题。嗯，因为这块黑棋也不是太厚。嗯，这地方还有一条缝。对，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对了，所以这个观点很重要啊。嗯、所以下围棋啊，其实它需要眼观全局。我就再举个例子，就是小话说它这块棋也不太厚。那它指的是什么呢？例如这个地方如果多两个，这地方再多两个，再哪怕多一这个，我看这个棋离死就接近多了。对，因为这样的话当白棋要做活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开始说的要腾挪，腾挪它要借着别人的力，那现在呢它两个眼瞪得圆圆的，你怎么力也使不上。对了、嗯、你在它的周围走，它什么棋它都不理你，这个就麻烦了。嗯，对不对？好，那么现在他们目前的这个进展情况如何呢？黑棋就跳了一个。哦，这个至少20分钟，想了20分钟之后跳在这儿。那么像这种死活问题的时候，这个应试规则呢就起作用了。是，今天来的路上于斌还跟那个范廷玉说、哎、他说刚刚接触的是农心杯，农心杯是1小时的棋、啊、对，他说这个可有别于别的人，这个棋当死活的时候可我用完都没关系，我能用3个35分钟。对了，这个很关键，你就不惜工本。嗯，你就这个地方一爬过，嗯，你说从这个贴木上来说要跟他挡住或者跟他退，嗯，要差多少木啊，对不对？这个地方一弄出去20木就差出去了，所以你这个地方你就多想呗，对，对不对？不要担心呗，就这么个意思。现在他跳在这儿，对，黑棋如果贴的话，那白棋高高兴兴可能这么一走就基本上活了，对，走不动了，有眼架子、嗯、所以他跳这其实也是跳吃。那么像这个地方呢，嗯，又是一种下棋的常识了。嗯，这地方虽然这颗子啊两地方都能打吃，嗯，但是如果我们还存着心觉得有可能从这里打，嗯，我只能说有这个想法的，如果是有这样的这个棋友，嗯，你就赶紧要把这个想法拿掉。嗯，你这个脑子要赶紧洗一洗，是没有从这儿打的，这棋当然要从这儿冲，因为这个地方它接住是个单关嘛。嗯，叫对方的子永远是什么呢？余化，就是叫对方的已经下在棋盘上的子啊变笨，下的不是地儿、嗯、我自己的这个棋呢已经在棋盘上的子呢优化，嗯，对不对？他都是我的团队的人，都或者说都是我的员工，我就要爱他们，要最高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主。
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五星体育传媒招募网球斯诺克赛事嘉宾主持，邀您携手亿万球迷，在全媒体传播平台上见证李娜重返巅峰，直击天王灿烂鏖战，尽享国际体坛盛宴。我们期待你的加盟，欢迎你登录五星体育官方网站 www.isports.com 参与招募活动。我们从上海出发，上山东，下江苏，奔安徽，走江西，追寻多姿多彩的体育民俗，展现悠久丰富的中国文化，传递民间的乐趣和智慧。今日体育民俗，2013年体育夜线全新亮相，独一无二的影像资料，浩如烟海的权威画面，唤醒沉睡的资源，开启尘封的档案，网罗世界体坛大事要事，重温体育历史经典瞬间。今日体育档案，五星体育2013年1月1日倾情推出，五星体育劲爆体育每日滚动播出。五星体育传媒旗下劲爆体育频道全力出击，高端、丰富、权威，赛事直播囊括全球热点比赛，及时、专业、深度，体育新闻寰宇体坛瞬息变化，趣味、参与、个性，体育栏目全是竞技背后的斑斓世界，覆盖全国超3000万用户，劲爆体育走在数字电视最前端。悄然走过半个世纪，新赛季德甲硝烟再起，是双雄争霸还是群雄割据？各路豪强招兵买马，期待重塑辉煌。劲爆体育邀您共赏足球饕餮盛宴，德甲银盘花落谁家，敬请锁定劲爆体育。获得了他生涯当中的第一个冠军，同时就是也是今年度就是产生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嗯，第二个冠军是团体，这个团体呢就是大家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3月1号刚刚结束的这么一个比赛。在这个比赛当中呢这个韩国队也就是这个主将朴廷桓战胜了咱们的主将姜维杰，最后呢他获得胜利。韩国队获得了胜利，是我们呢要为韩国队的这个胜利啊好好的鼓一鼓掌，不见得现场鼓掌啊，就是说为他们喝彩一下。在这个团体赛当中一共举行了14届，到现在为止韩国队获得了11届，中国队获得了2届，日本队获得了1届。那么这个有可能有人就说了，哎，怎么会这个团体赛中国队打得那么差，中国队是不是就是说打团体赛都比较弱？我觉得有几个因素，一个13届呢，前几届呢就是在2005年之前，其实2005年之前呢，确实中国队的整体成绩不如韩国人，我觉得该承认的还是得承认。对，2005年之后呢，中国队慢慢的就从残奥也是就是说因为给我们中国队带来了一个就是一个曙光嘛，我觉得是一个转折点。残奥在英斯杯上获得了胜利以后呢，给整个中国围棋的棋手呢带来一种希望。从那个开始呢，这中国队慢慢从这个低谷走出来了。但2005年到现在呢，当然大家说也是7年，我们为什么也只拿了2届呢？当然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在当时的时候呢，在中国呢没有每方1小时的比赛，任何的比赛没有。比赛跟那个训练呢，我觉得相对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跟用时跟你平常的思维习惯有很大的关系。对，
因为现在来说，很多媒体就问你说现在中韩水平到底如何？嗯，我觉得不管是我们现在今天多拿了两个冠军，或者明天少拿两个冠军，都是处于一种对抗的一种状态，应该这种对抗中韩对抗的持续性应该短期内是不会改变的。嗯，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觉得这次比赛呢就更重要，它富含的意义又跟那个十月跟袁成真不太相同。嗯，十月袁成真有一个意义，就是说这是中国棋手拿的第十个冠军，第十个，对，个人的冠军第十个，袁十月的冠军。但是90年代两个棋手的对抗，这应世杯应该是第一个，它富含了更多的意义。哦，两个90后的对抗。那么我觉得小话讲的这一条呢，我觉得可能从这个从很多比赛的这个成绩呢，也令人信服的说明了这一点。嗯，就是从现在的情况看起来，就是下比赛时间稍微长一点的这个比赛，中国队的成绩呢相对比较好。嗯，例如刚才说的这个 LG 杯，LG 杯呢是慢棋，好像是每方是2小时半。对，2小时半，三星杯是2小时，每方是2个小时半。嗯，这个两小时半呢属于相对来说现在这个棋啊比较长了。嗯，所以我们中国棋手在 LG 杯当中呢非常有幸实现了5连霸，就是最近的5次 LG 杯的世界冠军全部是中国人。嗯，而且呢是5个人，不是一个人连续，这就说明什么？中国队的整体实力啊都上来了。这是用咱们上海的这个话说，阿哥阿猫上去都可能冠军的。嗯，因为而且他们的人数比我们多，有预选赛。对，嗯，有预选赛的。那么这是韩国人举办的比赛，这 LG 杯嘛。嗯，对不对？他们参加的人数比我们多，他们是人海战术。嗯，最后中国队得了冠军。嗯，不是实力的证明，你说还是什么呢？嗯，没有办法解释，就是实力的证明，对不对？这是一个。但是呢，还有一条。就是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就是特别的对，嗯，就是说中国队下比较相对一个钟头的这个棋啊，嗯，包括读秒的这个棋相对就是比较差。是，还有一个，你除了这个之外，嗯，还有一个最近呢我们搞了好几次世界智力精英运动会，嗯，就是把全世界的人都找来，把欧美啊什么这个白人啊这个什么都找过来一起比赛，世界性的智力在围棋作为其中的一项。嗯，那么在这个大运动会当中呢，我们的很多棋啊就是只能够安排得很快，嗯，甚至于是什么呢，一天要下2盘棋，嗯，上午下了下午还要下，嗯，时间就紧了去了。就像这个比赛呢，我没有特别详细的统计，也说不上来，但是呢总体上来说这个韩国队的成绩呢也是很棒的。嗯，我觉得这个跟时间有关系，还有一个跟习惯有关系啊。就是说像我们那个中国棋手吧，嗯，可能也有那个日本的那种思维模式，也有那个韩国的思维模式，处于这中间地段。哦，所以呢我们这批棋手像比如常浩他们那批，都是受的当时的时候受的日本的影响比较深。对，这样的话造成了我们平时的训练模式也好，平时的比赛的安排也好，就是一般来说1天1盘棋啊，这已经是比较的紧凑的了。也就换句话说，昨天下了，今天连着下，明天还要下，这样的这个日程呢，对我们来说呢，算是已经很紧了。对，但对于韩国队棋手来说，他上午有比赛，他晚上还会安排那种直播的围甲联赛，哦，快棋的40分钟的这种的，并且还是直播。对，那么这个棋的他们就下得很熟。嗯，是吧？熟能生巧。嗯。但是我觉得这也是辩证的，就是他吃熟了，但是他有的时候手就收不住，所以他会计下的特别好，相对而言。没错，这个总结的呢非常对。嗯，这个呢都是就是韩国队跟中国队呢现在呢还继续处在这个一个很强的这个竞争当中。嗯，啊，现在我们看到了两个竞赛当中的画面。哦，左边是朴廷桓，嗯，右边是范廷钰。嗯，这个棋盘呢他就给了我们这么个图像。嗯，但是现在呢左边的这个朴廷桓，你看他在长考的时候，你看那个表情，哎，
这是整个的这个画面，我们整个都看到了啊，左边是朴廷桓，右边是范廷钰。是，这个范廷钰有很多人说，哎，这不是那个山东队的吗？很多人都认为姜伟杰大家还知道是上海的，很多人都不知道范廷钰是从上海走出去的。范廷钰是上海人，上海走出去的。嗯，那么我们来看，这个他的有三个裁判人员。嗯。对吧？嗯，中间一位应该是我看的不清，我感觉中间一位小姐是在管钟。嗯，右边那位被朴廷桓挡住脸的那位男士，嗯，男士呢好像是用手在做记录，对，应该是做记录的。然后呢，被范廷钰挡住的那位选手呢，在往电脑上输入。嗯。通过这个输入呢，我们才能够在网上看到这样的这个棋谱，这就是我们比赛的场景。对，我们再来看，我们这个比赛是应试杯。嗯，看到了吗？嗯，这么漂亮的应试棋桌，你注意了没有？你看漂亮吗？说实在的呢，我已经麻木了，因为我天天看到这个漂亮的棋桌，我家里也有一个。哦，你看这个漂亮的这个棋桌，是，而且呢，哎，我们看到了这个应试。比应试规则的专门的棋具棋盒，嗯，这个棋盘，还有椅子，它都是配套的，全是配套。嗯、你看这个椅子、桌子好像都是红木的，嗯，它的这个棋子呢，里边装的呢一颗不落，嗯，它不能落。这个呢，我听见过的，嗯，就是说应昌棋先生，嗯，他为什么非常致力于这个围棋规则？他。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嗯，他说怎么会中国人做事情怎么会那么不认真呢？就是那个棋子棋盘，嗯，随便弄，棋盘呢画的也不规矩，这个下棋的这个棋矢呢，这个棋子呢随便扔，好像非常不尊重自己的行当似的。他说我就不信这个棋子怎么能够不应该规规矩矩弄成一个统一的盒呢。嗯，他就专门设计成一个统一的盒子。至于你说的最后他要填满祭点，嗯，那当然更加不可以，就是说这个棋子啊它是不规范的。其实他这两个也许是出于同一个思路。哎，没错。嗯，那么还有呢，这个当这个应试杯，嗯，最初刚刚搞起来的时候，嗯，是在1988年。嗯，这个应昌棋先生呢，他有一个愿望，他说呢，我们最好啊4年一趟。嗯，然后呢跟奥运会同步，跟奥运会要同步。嗯，跟奥运会同步呢，这样的话呢，从其实他当时心中的就是说理想，嗯，他是想让把这个围棋啊能够最好进入奥运会。是，当然了，围棋进入奥运会体系的这个运动会呢，直到现在为止，嗯，还真的只有中国人做到了。入的不是奥运会，是奥运会的边缘的比赛，叫做亚运会。嗯，在我们国家体育总局系统，它这个比赛啊，它是等于是互相成体系的。嗯。这个奥运会跟亚运会啊是一个体系。为什么说它一个体系？奥运会大家都知道是谁管的？是国际奥委会。亚运会是谁管的呀？是国际奥委会，叫做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简称亚奥理事会，就说明他们是一家人，知道吧？嗯，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中国人呢是在第16届亚运会的时候是在广州进行，我们呢在当然是在亚奥理事会的领导下，我们成功的将围棋的项目安排进了亚运会，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其实呢，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完成了应昌棋先生的一个遗愿，对吧？非常的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应昌棋先生呢，他就要想把这个比赛啊弄成跟奥运会呢同步。
那么我一说起这些历史的时候，也有人也就被人家揪，被人家揪了。嗯，哎，他说你这个画模，你这个说法有点问题啊。他说我就还记得你，这对不对？这个小花老师不刚刚讲吗？2005年长跑获得这个应试杯的这个冠军，不是在2005年吗？2005年，你说跟1988年除以四乘以四，什么加四减四，搭得上边吗？明明是2004年，哪来的2005年吗？现在给大家一个答案，什么缘故？2004年开始的比赛他没�搞完呀。不是现在不是2013年吗？啊，对啊，是一个意思。现在2013年本身也不是奥运年呢，但是问题是这个比赛是2012年的奥运会的那个年开始搞起来的呀，所以是这个缘故。这一回一说，可能大家啊真正的就不会再搞错了，嗯，对不对？吃了我的药之后，你们就没毛病了，嗯，对吧？这肯定是这样的。应该来说呢，这个奥运会的这个体系，应该来说是我们这个应长崎先生呢，他非常非常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梦想。那么我还知道一个历史事实，实际上真正的世界比赛，想搞成世界比赛的，应昌吉先生是真正正正的第一人。但是呢，实际比赛真搞起来的时候，最后这个应试杯呢不是第一个，嗯，是富士通，是日本公司搞的，叫做富士通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嗯，这个中间又有讲头了。因为呢，这个日本呢，它有日本棋院，有长期搞比赛的这个经历，对吧？那个应长崎先生他要搞应试杯，他要通过围棋的组织吗？他要通过日本棋院、中国棋院吗？当时不叫中国棋院，也是中国围棋协会，他需要搞这个吗？对不对？他肯定需要这样。这个日本人呢，他就先发现了，哎呦，不对啊，这个有一位叫应昌奇的，他要搞世界比赛的冠军奖金还挺高，40万美金，对不对？这个事情，于是日本企业呢就跟中国企业紧急商量，跟韩国企业紧急商量，哎，不行，我们要搞富士通杯，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搞成第一个世界的围棋锦标赛，你们中国企业以为如何？那中国企业，我们的围棋组织包括韩国棋院组织，他没有办法去反对日本的这个主张，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应试杯要搞，但是呢，你就只有拖后了，就是放在下一个比赛来搞。所以呢，1988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第一个问世的世界职业锦标赛呢是富士通杯，这个里边的历史缘由呢，真正的历史原因就是这么形成的。要说真正的，就是说提出世界比赛动议的，那么这个应试杯呢是的的确确的第一个。还有呢，这个应试杯的这个事情啊，问题很多，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当时的这个时候啊，也没有什么那么多什么80后的、90后的，哪来这么多人啊？当时还没到这个年代呢，当时是88年搞起来的嘛，你总不能搞一个80后的人，88年比赛当中他就一岁就开始下棋了，就比赛了，不可能啊！当时的这些棋手都是一些老棋手，什么大竹英雄了、林海峰了、什么武功正术了，什么这些人还都在。这些人在的时候啊，他是怎么呢？小花，他就是说啊，他们的成名啊非常早，嗯，并且呢，而且处于成熟期，嗯，所以呢，应昌吉先生呢就根据这个特点，把前八名保留了。最初的这个应试杯的这个比赛不是保留前八名，前16名，保留前16名。哦，而且最初搞的时候只有24个人，也就是说，进入24个人的这个圈子啊，你要先打这个争那个8个位置，就16个人先下，对了，8个人先等在那。那么，嗯，后来呢，这个应昌崎围棋教育基金会呢，逐渐也认识到，哦，4年一趟，对，啊，你保留16个人，这有点大了，对不对？
这个不太就是说能够准确的反映棋界迅速进步的状况，所以呢这个人数呢就逐渐减小了，也与时俱进，围棋基金会、应试基金会也与时俱进，对不对？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怎么说法，顺应民意。是，就话老说了半天的时候，我就在那想，哎，这棋怎么样？我很着急啊，看了半天，我觉得现在好像，我觉得白棋是连回来了啊。白棋如果连回来的话，好像形势还是不错的。啊、我点了一下目啊，嗯，哎，但是这个地方要被他通吃、哦，我算他挡住啊，嗯，要被人通吃，嗯，他要花一手就把你都吃光了，嗯、是。他还可以这样走，把这个半的都打掉，也挤掉，再一起挡住，嗯，对吧？嗯，这个地方棋是这样。不过你要搬，我能不能拐一下？不过这个没什么，总不能总是你的，总是你的东西不抢。他现在实战呢，他是这个肯定被飞吃了，这个太大了。嗯，还是准备让你单关连回，退了一个。他还是要长。嗯，白棋贴回。已经就走了，他不愿意被他走这个。对，这无谓的牺牲就太大了。提前向大家做个预告。嗯。今天这个棋是上海电视台播出的，那是没有疑问。嗯。但是就我们今天的这个比赛，它由于现在啊、嗯、有一个有线的这个系统，有线电视的这个系统，就是很多这个城市啊都是落地的。所以呢很多大城市中间也都能够看得着，它只要有这套东西就能看着。所以呢由于这个缘故，所以这个比赛呢它的终止时间啊是早就定好的。向大家做一个报告，今天的这个棋不管下到什么样子，到5点钟准时结束。为什么？没有电视信号了，同志们，它是不能再播了，明白了吧？它不可以再播的。所以你呢只能够讲到这个时候。那么现在离开我们这个点呢，嗯，是可以说是分分秒秒，就是好像那个样板戏中间的词，分分秒秒必杀人啊。但是呢这个棋呢到那个时候可能有一定的，就或者可能是个细棋吧。对，因为这棋是肯定讲不完。为什么讲不完？他就算给你到了5点半，对，他每方35分钟有3次。对，最夸张的是当时我记得邱俊下到了晚上9点多。对，你说的下到5点半是什么概念，跟大家解释一下。5点半呢就是双方把3个半小时全部用完了。早晨9点半下到中午12点半，嗯，整整3小时。是下午1点半开始下到4点半啊，下到5点半，又是整整4小时、嗯、3+4 7小时全部用完、嗯、所以说就下到5点半是双方的时间刚刚用完，嗯，刚刚用完之后它可以延时罚点的，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又不靠谱了。所以你讲的对，其实这请啊，嗯，这其他实战退了一个、哎、啊，他退，他贴回去了、嗯、这个已经连回了。这个我看刚才再仔细看这个点好像应该是没有的吧。哎，我们来看一下，会点了这个，我们来看一下，非要把你点断。点断呢它关键是它在这边有个大的需要。我不服贴，我不服贴，这个现在是能够把你靠的吧？哎呦，靠这个！非要把你点断，我这个是不是得走一个？我看也行，这个地方是都冲下来，你哪挡得住啊？刹不住车了。走一个。哎，这个地方我相信这个冲下来，这是肯定要补的。这个你自己都死光光了。嗯、然后我这边靠你一下。啊，靠你一下，咱们就走这个。嗯。我没看错吧？对，你这个，嗯、我是吓唬人的。嗯，这个完全吓唬一下。也就是说，黑棋打、嗯、这个应该是打不着的。啊，哎，但是不见得啊。打这的话，我可以。我先打你。我可以挡吧，或者。我现在就打。嗯，对啊，我就在想这问题，应该是我就算接住这边走一个，好像你也不靠谱。我踢掉。嗯。他就再走这个、嗯、这棋呢从直觉上来说呢应该白棋不太怕。嗯，这个黑的这个也没好，那个也没好，嗯，这好像怎么说法，怎么就不太像。对，
但是因为他没下老在那想，因为这一次如果挡住，因为正常的我判断了一下形势，嗯，因为你要走必须要回到这一手，这手不回没法下了，对，你要回到这手，你要回到底下，嗯，好像有一点，嗯，这有一个啊，这里有还有一个，这个，好像白黑棋有点困惑，嗯嗯，所以我在想有没有分段，要不然的话好像白棋还可以，啊，很难度啊，嗯。嗯，但是呢还有一个，嗯，你越分不断吧，嗯，还越难受了，是啊，你越分不断你还得冲，嗯，我就帮我先手接牢，嗯，还有问题了，你又要走这个，这个还这个地方还要被我飞下来，你怎么办，怎么能够把这两点都完成，好像黑棋需要，那就是我们的很其实是很希望，嗯，就是到五点半的时候啊，嗯，这个棋啊就真的结束了，就如你的吉言，这棋呢就结束了，嗯，但是呢不管怎么说还是话要回到刚才，就算这个棋五点半结束，各位棋友啊，我们也是这档子电视节目五点钟是要结束的，嗯，哎，跟大家说清楚啊，所以呢大家后边凡是有事情的都放放心心，这个节目不会再长的，嗯，对不对，咱们这个体育频道呢，这个体育新闻的这个里边呢是肯定会播出这桩事儿的，要放放心心啊，没有问题。不过我现在倒是挺关心的，华老师。哎，你说。我挺关心能够看到一下他们两个人的用时，这让我好像觉得心里会更安心一些。没错，嗯，这个我们来看看这个导播能不能把这个要求让我们实现一下，能不能够切过去呢？嗯，就把这个钟的这个画面给它切出来。哎，现在左边是朴廷桓，嗯，右边是范廷钰。嗯。这两个人你看现在这个朴廷桓开始撑着脑袋了，嗯，耳朵手撑在自己耳朵边上，嗯，哎，在整个的这个场面，这个那个应试钟看不见，哦，没错了，那边的看不见的，嗯，啊，谁发点了，朴廷桓发点了，啊，根据现在我们现场的执行裁判谢雨果老师，哎，你上来一下吧，嗯，你上来一下就给大家说一下吧。所以说，因为他这个棋现在没下。如果我们现场，我们欢迎执行裁判谢雨果，谢雨果老师啊，哎，好好好，这个，来来来，华老师只说的是，请介绍一下这个你现在为止双方的用时情况。啊，现在那个范廷钰时间用完了没有？没有。哎，你向着大家。啊，现在范廷钰还有42分钟。嗯。哦哟哈。但是那个朴廷桓马上发点。我觉得第一就是说从时间来说也可能是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应试，也间接的印证了我的判断，这第一，华老师是吧，是的，吃不了，吃不了，但是第二我觉得问那个谢老师不光光是什么执行裁判长，而且目的来说谢老师是我的老师啊，谢老师是你老师，但是我在少体校的时候，好，我就帮那好，因为接受不了，嗯，知道的，行，好好，那我们感谢谢老师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嗯，好的那信息，哎，和消息，非常重要的信息，在他来的时候，嗯，范廷钰还剩42分钟，这个42分钟啊，对于这样的这个局面，就是我可以这么认为啊，范廷钰这盘棋延时罚点，这个需求是没有的了，是不需要的了，嗯，这个棋他都看得很清楚。嗯，他都会看，对吧，一点都没问题，嗯，但是这个朴廷桓呢，他现在呢可能还有几分钟时间就要用完啊，完全对嘛，40几分钟嘛，嗯，他反过来可不是他把时间都用完了吗，嗯，所以说明呢这个师兄啊看到这个范小师弟啊，嗯，还是半天拿捏不住，非常着急啊，对不对，他真正的来说呢，这个真正的来说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用心。嗯，哎，咱们能不能够用着这句话来说啊，嗯？就是我们是光脚不怕穿鞋的。嗯，对不对？我们应该来说呢，他是不怕的，就是说这个小范，你反正资历都比我老，
对吧？你的这个棋也都比我厉害。是，所以说上次就是说，他们说农心杯输了和赢了的区别啊、嗯，就是说农心杯他们说啊，如果赢了呢，对那个朴廷桓是一个打击啊。但是我后来在那想，其实就是能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啊、是对他打击了。但是你农心杯赢了以后，你说不定对你的压力就更大了。哦，这其实就看你自己把压力到底放在谁身上的问题。哦，这样子的。各位棋友、嗯、从现在这个来看，朴廷桓的法典，嗯，现在有这么几个基本的事实、嗯、咱们在最后把这个话筒交还给主持人之前啊、嗯、咱们可以总结这么几条、嗯、首先第一条，白棋中间这个21个子的大饼、嗯、现在不止21个子了，起码冲了一个22个子了，22个子的大饼，生死没问题。嗯，电视机前的各位棋友，我的这句话你们爱听还是不爱听，请你们在电视机前自己为我鼓掌、嗯、我虽然听不见，对不对？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范廷钰必将进入延时法典的状态。朴廷桓啊，朴廷桓必将进入这个延时法典的状态。破折号做一个补充、嗯、如果他不愿意放弃抵抗的话，嗯，他如果放弃抵抗，咱不延时法典了、嗯、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嗯，我讲的是，我觉得最主要的是第三点。哎，好，你说，我讲了两点了，你说。对，第三点大家最爱听。对，你说。因为本质啊，哎，你说，只要黑棋不完成这个封住，这个封住，这个封住，白棋就没有问题。我以我的判断。哎，啊、哦。那就是我有一点这个想法，嗯，就是啊，你这个也封住，那个也让你走住、嗯、最后空还不够，我心比你还黑，就是表示你啊、这个嗯、怎么着都不行了，不可能，嗯，空本来就不够，是，对不对？我希望的是这样、嗯、那么现在其实很清楚啊，嗯，现在的这个两难境地，黑棋的两难境地在什么地方，我们再跟大家解释一下。他需要连下两步棋，嗯，一步棋呢，我们就把这里都摆一下，来，都走掉，一，打掉，挤掉，挡住，都听话，这个是最大限度，再挡住。这个是一步想下的棋。不过话老，这招不见得打掉哎。哪天打掉以后，这有个家啊，那说不太清，打现实现得了再说，先算这样，先算便宜一目再说。嗯，第二个想下的这个点在哪儿呢？嗯、这个地方它这样，嗯，接住，接住，它也接住。嗯，你这个地方总不能让家这样贴上来啊，嗯、所以它肯定要走这个。白棋长一个，白棋长，它可能就不理喽。嗯，那不长被吃掉，把算了，跳一个算了。对、嗯，你就是这个意思。嗯，就不要再摆这个了。嗯，就是说黑棋这个地方啊，他肯定是需要想下一手棋的。嗯，他很想下，但是来得及来不及呢？就这个地方也想下。嗯，那个地方也想下。嗯，这个两个地方呢非常遗憾，请问大家下围棋能一方连下两步吗？做得到吗？做不到。现场的孩子们回答我，轻轻地回答我，做不到。是做不到，那就从棋局来说，您就啊走进咱们上海人都知道的，走进新，从这局棋来说、嗯、走进新村就进了，有一个车站叫新村，知道吗？都知道的啊，走进铁板新村，他该进去了，是不是？是，这个很急迫，这个很大。对，两边都想下，可是呢，围棋又只能一步一手下一步，你说怎么办？对不对？要不要呢？干脆早一点把子啊一投，为了后天，乃至于大后天再拼。对，这次三盘呢，对不对？是四号，如果有后边有完的话，是四号、六号、七号。啊，如果要下五番的话，啊，这样子的，嗯、整个安排是这样的。啊、嗯，我们的竞赛日程呢，就是四号，今天是一场，嗯，
然后呢，明天是肯定是休息。嗯，在同样的这个赛场呢，我们将进行大会组委会的将进行围棋文化的这个一个讲演。嗯，有这么一个简单的这么个安排。嗯，后天继续进行比赛。嗯，如果小范，不是，这把这棋如果算赢的话，如果一方如果赢，嗯、那么他就好。那么他就结束了。嗯，要不然呢？棋好继续比赛。嗯，那好，我觉得我们呢，把这个主要的这个棋局的这个进程啊，就介绍完毕。我觉得，小花，咱俩应该把这个应该下班了。好，谢谢大家。